局。我出局？现在是选食神，不是选马戏团的小丑。食神除了烧菜好吃之外，台形也很重要。凭你也想做食神，没那么容易。少林寺十八铜人，二八一九，少林寺十八铜人得罪了方丈，还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十，怎么样？一个十，怎么样？对 ，pass 了。你们这小臭，要我的，够。周叔，哎，我一个蛋。什么时候才能够从这里出去啊，兄弟？大老二，方丈什么时候罢休了，就放你出去。那方丈他什么时候才会罢休呢？老大，真是。哎，你看见那边扫地那老头没有？他十三岁，因为得罪了方丈，关到现在，你自己想想吧。就是啊，这算什么？算什么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玩三倍，你输了，罚三倍。可恶！哎，这也太深了！啊，少林寺十八铜人。我不单只在少林寺的厨房学到烧菜的秘诀，更在十八铜人身上学到上乘的武功。这帮筋头里果然不同凡响。